今天我是来嘉义县全国首创免费的社区复合式健康体检，在鹿草乡义潭国小登场。县长张华官为了提升民众口腔健康，以及降低酒气、牙周疾病发生，现场带领着小朋友示范正确的洗嘴器方式，以及口腔保健的知识。张华官也佫特意检查小朋友的嘴气健康状况，呼吁民众透过正确的洗嘴器、定期口腔检查，以及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。避免因为酒气造成吃物件的问题，影响到营养的摄取。口腔甲嘴齿是身体健康的第一关，酒气甲牙周病一直是口腔上接款的两大健康问题。你个困班正是最开好手之一。高龄化社会，老年人健康受到各界重视，口腔卫生甲生活息息相关。老年人常常因为行动不便、经济因素，也即是无注重着口腔卫生，造成延误治疗，影响健康。口腔保健已经成为全民身体健康的重要。健康就是上界重要的财富，健康吼顾好吼，啊，咱后摆吼，啊，咱要追求财富啦吼，名利吼，嘛才有吼，诶，才有一个开始吼。所以健康是咱最大的财富吼，啊，嘴吼，诶，咱所有物件健康拢靠咱这个嘴吼，物件对才吃入味吼，啊，入味会当吼顺利消化，营养才会当分散咱每一个所在，所以顾好吼口腔。今天重点就是告诉大家口腔健康哦，怎么样去刷牙，这是基本的功夫哦。较早哦，会无顾咱这个口腔哦，教大家安怎刷牙哦，凊彩安尼刷牙哦，所以哦，会甲咱这个年代时阵哦，甲咱知影讲哦，嘴齿也落落去的时阵哦，下骹的吼蛋触顶吼，啊面顶的吼蛋门层骹吼，其实迄拢是一种。传统的功法呀，最重要就是要常刷牙，而且要正确的刷牙哈，才不会引起哈蛀牙。蛀牙以后要赶快看医生哈。啊，吃完糖果睡觉以前要刷牙，然后不会要引起牙周病哈。嘉义县卫生局提醒民众，牙周疾病会致使齿患萎缩、喙齿的摇动、糖尿病恶化以及提悬、有新的妇孺生下早产儿的几率等等健康问题，应该特别注意平常时正确洗嘴齿习惯，利用牙线、牙尖刷加强清洁，也则是使用氟化物、窝沟封填，以防蛀齿的发生。避免食薰，每六个月要到牙医诊所洗嘴一次，才会当有效。以防酒气加牙周病。最新新闻就来自嘉义县采访报道。